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哦，8月12号，新北捷运淡海轻轨7:50，所要拍摄是有捷运列车进站哦。往坎顶站将到达第一月台。坎顶 ，Platform One。35次哦，开往红树林的110编组，在红树林站，红树林站，叮咚叮咚，110次。今天进去吹个冷气。康丁站，这边是看我绿山线，哇，好凉！就，还往坎顶，的那个新北捷运淡海轻轨捷运列车，轻轨捷运列车110哦，到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来点，来是来点麻烦。哦，对哈，然后跟你们讲，下面呢就是那个淡水，那个淡水新线，台北捷运的淡水新线路线呢，下面，然后上面是新北捷运，这是两家不同公司，一个是新北捷运公司，一个是台北捷运公司。好了，如果下面干嘛，咱们多多给我们打电话，那就来先，拜拜。其实我个人蛮喜欢环状线是高运量的，是吧？这样才能够跟台北捷运拼呐，是吧？啊，谢哥，那这样吧，来，以新北人来讲，以我身为新北人，好，感谢大家。